后刚才本来就那个眉毛全都掉完了，洗脸的时候，然后为了拍这个视频，算了，还是去画一下眉毛吧，尊重一下大家。然后拍一个啥视频呢？拍一个就是有我的粉丝，在我的视频底下回复我，就说他喜欢那款杯垫。我看那个粉丝一直都是支持我走过来的粉丝，方式不晚这个粉丝，所以我就现在录一个这个杯垫的这个视频，他说他喜欢。好，这款杯垫呢，我拿了三个颜色，都是圣线头啊，一个绿的，一个这个橘黄，然后一个白的，全都是闪线。喜欢的也可以把自己家的这个零线头拿出来，然后跟着学一下。好，我们也是绕指圈起两圈。好，这样起三个辫子针起立，二三，然后这一圈里面第一圈我们织18个长针，这个辫子针这个起立算一针，所以我们再织17个长针，一三，好，加上辫子这个起立针就是18个长针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圈拉紧，先拉内线圈，再拉线头。好，第一圈就是这样的，勾第二组，第二圈。第二圈这个花样我们一共要勾9组，一二，两个辫子针起立以后跳过这个同一个针目，跳过第一个啊，在第二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并一针，两针并一针，再勾三个锁针，二三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还是一样的，一，好，这个时候再到跳一个针目，下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三个线圈依次带过，并一针，好，再三个锁针，二三，一样的，还是同一个针目里面再跳一个针目，一个未完成，一次带过，三个锁针，在第一针里面印8，就是在并针的这个位置印8。好，第二圈就结束，换线，也是9组花样，9个洞9组花样，然后任意一个洞里面入针，在大洞里入啊，入针，好，拉出来。起立一针啊，在同一个洞里面，在旁边呢勾一个短针，就这样。好，每个洞里面我们勾一个花瓣，怎么勾呢？先勾一个短针，结束以后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再一个中长针对称的，一个短针，好，这样就是一个瓣，就我们把线头勾进去啊，勾下面一个瓣，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短针，啊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两个，把这一圈勾完。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前面一段线给带进去，好，这是第一针，这里18，
非第三圈结束。好，这第三圈引拔以后我们勾一个锁针，勾第四圈，第四圈是在每一个花瓣的这个中长针上面，这个针目上面勾一个短针，每一个短针由三个锁针连接。好，这一个中长针在这里是吧，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勾三个锁针，一二三，旁边它是对称的是不是，长针旁边还有一个中长针在这里，针目勾一个短针，一二三，这三针连接，然后再一个中长针，其实也就是找到第一个中长针然后跳一个针目就行了啊，一二三，好，跳一个针目，跳过长针这个针目，一二三，说那么复杂，好，再一个短针，跳一个针目，一二三，好，最后一个三锁连针，然后在第一针这个位置引拔，好，第四圈就结束了。好，第五圈我们随便在一个洞里面入针，好，锁住以后在这里勾一个短针，好，固定住，我们拉一个锁针，好，开始织花样，在旁边这个洞，在旁边这个洞织一个长针，三个锁针，二三，再返回在长针右边这个洞呢，在这个洞里面呢勾一个短针，好，形成一个花尖，好，在同一个洞里面织一个长针，一二三，再回头织一个短针，两个，再来一个长针，一二，二三，好，再回头，再来一个短针，好，这时候这样就织了一组花样，没有完啊，然后直接在旁边拉一个短针固定住，这样一组完整的花样就织完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花边。好，在起下一组花样的时候呢，重复一个锁针，在旁边这个洞里面织下一组花瓣，花边一个长针，一二三，回头锁住，再一个长针，一二三，回头一个短针锁住，再一个长针，一二三，回头一个短针把它锁住，好，这样我们在旁边这个洞里面再织一个短针就可以了，记住织了两个花边，好，再来是一样的织法，好，这时候可以把后面这个线头处理一下，剪掉，好，最后一针引拔，第一针，最后一圈的最后一针在第一针处引拔，这样就结束。这个杯垫比较小啊，下个视频呢我就教大家做那个大的大一点的那个杯垫。
线头收完的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小杯垫。那今天的这个花样你们学会了吗？这个杯垫没学会就多看几遍视频慢慢的学，很简单，总共就五圈，一会儿就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爱你么么哒，拜拜。